够了，够了。这做饭不多分的。我刚刚有在问说够了没？过来出声呀！是是是是。好凶啊！凶暴。多加一点。这个当甜点。哎，那个有弟兄，有弟兄。哦。帮你弄。好，帮他加一个。帮你弟兄来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是豆腐。蛋白质，来，我妈继续，我妈来吃啊。那个真的很重哎，我妈在对啊，不是本来是牛哥要扛过来，我想牛哥如果扛过来的话，可能是要牛姐喂他吃饭。我扛到说，再半碗，再半碗，不，为了补吗？不是。不行他也能改成三轮的，他改成带到那个木木姐，可是因为他要上课，他后来我就跟他保持联系，后来又知道他老大念政大艺术所，我说早一天，哎，我就说静茹也是应政大艺术所啊，有点顿顿的，但是觉得还，但是因为他很喜乐，所以你看不出他失智，后来军服员就有点暗示，有点轻微失智。